對於我來說，因為過去五年真是驚濤駭浪，香港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嚴峻挑戰，所以值得回顧的事是非常之多。大家知道2017年之前那幾年，特別是經過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，本議會當時是一個什麼的政治的局面。所以我當時說，看到過去幾年的內耗、鬥爭、劍拔弩張的情況，我是感到有點傷心的。我聽到我的公務員同事有時候苦笑地去問，提到自己要等幾多次議會的時間，花幾多個小時才能夠入到議事廳去講自己的議程，因為不斷地在拉布。我為此也是感到痛心，看到因為行政立法關係當時欠佳，官員和議員缺乏自信、缺乏互信，而又拖慢了政府落實政府的政策的速度，我感到擔心。但是我不灰心，因為我仍然深信絕大部分的議員和官員都是深愛香港，都願意為目前即是當時那個困境呢是找出路的。其後一兩年間呢，我努力過加強了和不同背景、黨派、政治理念的議員溝通，亦都吸納了不同黨派議員的意見。亦都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呢，我2017年的施政報告和2018年的施政報告，儘管在一個非常之政治化的議會，亦都是議員的分組點票，都是獲得致謝動議是通過的。但是一場修例的風波就說明了，良好的行政和立法關係必須要建基於一國的原則，需要正確掌握中央和特區的關係。如果是有鼓吹港獨或者是危害國家安全、主權、發展利益的人通過了選舉進入了特區的政治體制，利用議會這個平台破壞中央和特區的關係，甚至勾結外國的勢力衝擊一國的底線，輕則拖垮特區的管治，重則企圖顛覆特區的政權，危害國家安全。所以我的體會是，要徹底改善行政和立法的關係，必須要確保愛國者治港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！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